现在告诉我，计划完成后会发生什么？无可奉告。王胜，你足够优秀，你身边人也都很不错，所以你看不到这天下的龌龊事。这就是你灭杀天下元魂的理由？你这样也会葬送整个代家人？没错，但我不在乎。这家伙练什么？九星吞噬鲲。与我别了，王兄。